就是你知道出门会穿的东西啊。东西我看一下。内裤。那二零有观众说你也可以有那个、啊、懂炮机组合包。哎、欸。没带哦。哎、欸、我好多箱子都忘了开，结果就这样过期了。你把我拖鞋藏去哪啦到哪里去啊？藏拖鞋喽，藏拖鞋喽！哎呦，笑这么开心，嗯嗯嗯，嗯，你也太开心了吧！打个拖鞋就这么开心？我下次买个那个。双面胶，要不要三秒胶好了？不要啦，哇，太痛了，太痛了！粘在地板上，穿起来就根本拔不起来，好可怕！我也觉得好恐怖。嗯，把他屁股粘起来，没有就滑鼠啊，那个握下去之后你没感觉啊，你就发现你的手跟滑鼠粘在里面然后你发现撕下来皮都破掉了一点，我觉得这感觉超恐怖的。哎、欸、有，我小时候就是握三秒就握太紧，然后那时候觉得手很热，马上张开手，张不开，张得开，啊只是皮被撕下来，好恶、喔、哦，痛，太恶了。对，我还有印象耶，那时候我小一的时候在操场上捡到。不要乱捡东西，真的不要乱捡东西，来路不明东西不要捡。嗯，你知道我家我爸是做假牙做牙齿那种，有时候会弄到那个什么瞬间，有一种东西叫瞬间，瞬间镜头器吗？然后那个东西超可怕，你知道，就是那时候我爸就说，欸、手伸出来，我食指就给他，他说你就是手指跟拇指捏住，捏这个，然后水就把我滴两滴，捏住，好捏三秒哦，好放开，我放不开，然后我就可以大哭，直接爆哭那种，打不开，但那个还好，那是水洗的，对啊，对啊，直接很崩溃，那时候觉得超想哭，好爸爸，好爸爸，优子，好爸爸，真的，我妈在跟我爸在旁边笑得很开心，我超难过，我是你爸也会笑得很开心，好，我们再让观众进来，嗯，嗯哼。啧啧啧！啊，对，我换 IP， 我在干什么？嗯，啧啧啧！反弹为什么在输入中？哦，啊，哦，没有啦，我只是就挂在那边而已、啊，挂在 DP 而已。嗯，192.168.1.1 嘛，不是172.0.1.1吗？哦，也对对对 ，LF4.NET， 不是啊 ，LF 啊，小朋友起打叫是 ，LF4，L4D2 哦 ，L4D2.NET， 嗯。对啊，这时候可以播广告，进广告。宝丽龙胶，我们都拿来玩，拿来吸的，哎，拿来吸的，不是把它搓成球吗？就对啊，就捏啊，搓啊，啊，不然就是假装自己破皮，然后这边撕的很开心啊。嗯，对。看来你在喝汤还是喝什么？我在吃冰，哈，你吃第二次了？对啊，没有啦，我这一桶啦，我旁边就有一个宝丽龙胶啊，那时候兔子要拿来帮布布用那个修修圈的时候，弄不成功，只好用粘的吧。他想自己做修修圈，我说那个不要乱做吧，啊，如果弄伤怎么办？不然你们不会闻吗？就那种东西不会好奇，就是突然拿来靠近鼻子闻一下。会。啊，你们不会摸到东西，第一个反应是先拿来闻吗？哦，会啊，我会啊，这倒是会。对啊。
明明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第一个反应是先拿来闻，闻看看。对，这个我就有不好的印象。那你闻到什么了？有一次那时候是那个什么端，因为那时候我们学校有那个值日生嘛，要去端菜，把菜端到我们班上中午吃饭。而且有时候就是去办的时候，跟那个阿姨那边排。他说我拿到我们这一桶的时候，都奇怪边边怎么黏黏的，摸到什么东西，然后就手就拿来闻，一闻好像是那种吐还是什么呕吐的东西，哎呀，直接那边吐，而且我还拿超近那边闻闻一下，哇，那个味道，那个哦，好恐怖哦。自从那次经验之后，摸到任何东西都不会靠太近闻，就这样轻轻闻那就好。我觉得远的稍微闻一下。用摸的。对。嗯。哇，你们在盖？哎，对哦，这场也要盖哦。发呆发呆。对啊。这要弹跳吗？哇，弹跳的这么狠啊！杰瑞，你可以做那种活塞往上推，然后再弹跳。哎、欸，这样跳不到，我被挤了啦，被挤了。啊！这样跳不到，没有冲刺这样跳。感谢超级牛眼，牛眼。牛眼在场的等你哦，等你哦。刚刚梦雨就说啊，就不能用哦，超气。他刚来我的台说他不能用赞助，为什么？我就说感谢梦雨赞助失败哦。琥珀鱼，来，哎，这个的眼睛比较矮，哎，又一个，阿进，这个眼睛矮了点，哎，他矮，他这眼睛比较矮一点了。哇、嗯！他搞笑的，准备把它编掉。你干嘛、啊？这、欸、为什么他眼睛比较矮啊？对啊，所以还有那个高低差哎、欸，好好笑、喔。等下下一个是上下不一样。他头还是没有破，比较可惜。会不会有上中下三种啊？我们今天要慢慢收集有没有？收集图鉴。哎、欸，你是不是穿哈基的衣服？又不会弹的，不是真的。你等下看到这个，你会说你穿我衣服。哪一个？欸，你很明显的还在路口准备跳的一个，有没有看到？好像哈基的，啊下去了。哦，琥珀鱼啦，霸气哦。我看看，哎、欸，啊，哎呦，真的很像哈基，两个哈基。对啊，嗯，哎、欸，他掉下去了，干嘛？开头，开 A 不跟站住，哇 ，kill， 哇，哇，哇，到底有什么恩怨呐、啊？好多恩怨哦。你看这个跑酷是不是卡住啦、啊？对啊，他上不去啊。对啊，这边上不去啊。没有，这边上不去就只能下去重来啦。下去重来，这来不及啦。要后面再一个路跑哎、欸。哇，大家全部在那边就不用玩了。对啊。哎、欸，那这个人为什么可以来这边？对啊、哦，好快哦。嗯，好快、哦。他们是小帮手。哦。实打实。我们可以先进队伍、啊。你们现在是要让孩子跳到死吗？你他妈还少两个人！哎呦，跳上来吗？好像刚好。哎呦，好拉你两个，出发！我们家两个人。少两个人吗？我没有抢到 QAQ。帮梦怡 QQ 没抢到、嗯，不要难过，不要难过。你还没进来是不是？好，不要难过，不要难过。你再拉一个。没有啊，东西烂掉，味道当然都是很难闻啊。
不止水果啊，鸡蛋烂掉也很难闻啊。那西瓜烂掉呢？我没闻过哎、欸。啊，我是有喝过啦。喝过，喝过就是已经收掉的味道啊。你没事干嘛进我厕所？嗯，你没事干嘛要端给我喝？你没事干嘛要自己承认是西瓜？你可以可以换呐、啊，看你啊。这边跑酷超难的，他们是要跳上去还是在下面？那个小西瓜说要不要换 skin？ 然后他的技还打错。不用，这个 skin 很棒。嗯，那就这一场他就不是。下面这个是跳得过的，只是超难。是的，我是蛮喜欢闻猪的味道哎、欸。猪？对，就是有些猪圈会有那种味道，因为我家以前养猪，我闻习惯了。那时候一闻到，我就说哦，好怀念哦。然后隔壁人就说，哎、欸，很臭哎、欸，就会有馊水还是什么、啊。有，我这边观众说他今天晚餐吃到酸掉的西瓜，很难过。哇，哦，是自助餐那种放太久的吗？好像是会这种感觉。可以不要讨论西瓜吗？哎、欸，巧克力，哎、欸，有巧克力耶。有小玉西瓜吗？黄的是不是？国外很红的啊。所以麦块的西瓜应该是小玉西瓜才对啊，纹路很深，又小圆圆又圆圆的。嗯。好吧，把他们踢踢过来。他们跑不过这一次的，这一次太难了。对呀、啊，你们弄太难了。嗯、哪有是你、啊？前面是你弄的、哦。哪有？那不是我用的。弹簧床。但猪叫声很吵。猪叫声很吵好？不会啊。不会啊。我觉得妈妈讲话很好听啊。哎，过了。哇！哇！哇！会觉得妈妈讲话难听呢？大猪声，你说那种我晚一点就听得到了。庙会杀猪公的声音。那我觉得我们要快点剪出部分的精华给他。对，最重要的一句，赶快进去啊！为什么上面有个黄金镐吗？我是不是还没踩啊？对啊，对。但为什么会有黄金镐？为什么这个没？感觉是传奇品质的哎、欸，橘装、嗯。来喽，我们要准备抽地图喽、嗯。好。好。抽选，随机。必啦！再一次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怎么又多一个人？然、欸、后他们刚刚还没来的，哦、欸，来了，刚、哦、好。还想说又要再炸一次？你看对啊，又要再慢慢炸了。你的地图二零说还要再修改嘛？既然他还要修改，我们就玩的超啊！所以的好，峡谷平原、嗯、第一张地图，哎呦，那、嗯、可以多一点啊！嗯嗯嗯，直升机哦。哇呜哇呜啊！怎么还没进去？那是那个，快进！这次稿子是杰瑞刚做的还是原本就在这的？他刚做的啊。我刚做的、哦。我想说转个头，这次是刚在这边的吗？刚刚大概在聊什么？哦，聊你那个啊，有人的衣服跟你一样的是不是在盖？我刚刚做的啊，连刚刚那个重生点的地毯是我做的，掉出就没咯。我走吧，你做的。哎、啊，抓到了！哎、欸，哈基，你应该去敲另一边的门，去藏另一边的拖鞋才对啊！怎么会藏我的？都藏都偷。下一次他杰瑞分他的那个便当里面会有那个特辣辣椒在里面啊！好好会有会有团团的拖鞋在里面。什么可怜啊！拖鞋在里面，好可怕！阿梅啊！等一下啦，为什么在？为什么啦？不要推我包间人长啊！好坏啊！谁？